今天我们来到会找到我的录音天 recording day， 然后这首歌呢，我觉得最有挑战性的一定是它的副歌的前两句，因为它的那个音也偏高，是第一个，然后还有那个真假音，转换的部分。另外的，其实它气也需的需求量是很高的。OK， got it。做一个 level test。我们首先呢还会先测试声音，现在变什么主持人？先测试我们麦克风的声音，确保。哎，我 I hear myself very low。The like a bit of a yeah, no, no, yeah. That's 1, 2, 3, 4, 5, 6。当我的吉他只为了你弹奏，弹一片晴空，照亮你心的缺口，不需要线索，早已经牵动。吧 ，OK，OK， 完美，完美，收工吗？收工了，谢谢伟荣老师。真的吗？还开心吗？playback 一下。这个 tone 可能会不会有点薄？可以多试几个。对不对？可能可以厚一点。我们再来一个吧。好，厚一点，对不对？公共同朋友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OK，sorry，OK，OK。sorry， 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当我的吉他只为了你弹奏，弹一片晴空，照亮你心的缺口，不需要线索，早已经牵动。大致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对，我记得这次一开始我们讨论的时候，感觉是要吉他的，比较有节奏性，对不对？这首歌，然后来当那个所谓的编曲的那个 backbone 啊。因为后来我们其实换了很多版本，最后我们还是用一点开始 demo 的感觉的那种吉他。对对对 for hard verse。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唱这首歌给我听的时候，其实你是用一把吉他这样子弹给我。对，我已经觉得很特别，所以我希望能够把那个灵魂还是保留在编曲里面。其实我觉得这首歌，我们一开始编曲讨论最久是 intro， 我们有想过一个比较空灵感。其实我觉得它有时候也有一点像预言家，那个副歌的 hook 直接把它放到前奏，大家比较好记。因为我觉得你最特别，这首歌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副歌。那我们先去副歌吧。副歌吧。Try. 归排气功，好来。当一步一步距离都跨过你回来。Okay. 为什么我要写这么难的歌给自己？啊，我知道，你 vocal 给我大声一点。好 ，vocal 给我大，然后一点点 reverb 哈。OK。冲着这份必然，我该往前走。Nice, perfect. Thank you very much. Wonderful, splendid, amazing, 对吧？总也许曾见过，还没有开口。等你在等我。这个开很好听，开很好听啊。因为我每天都在练开啊，每天都开不没有开口，我最近有开口了。开，我很喜欢你那个开口，那个有花音。还没有开口。那个很特别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。我都是很特别的人。OK。收到，收到。这首歌叫特别。往前走，也许曾见过。还没有开口，但是这会不会太刻意？再来一个。Sorry， 我刚才太刻意了。还没有开口，等你在等我。
够了。来、right. 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。嗯，那个最难的地方。了解我，会了解。OK。了解我。哎、欸，好听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比原唱好听哎、欸。小玉都笑你、欸，说那老板生意这 还开什么唱片公司啊？当一步一步距离都跨过，你会了解我，会了解我，带着笑。好用力，好用力。那个 key 差不多有到哎，你可以吗？蛮厉害的。以后你现场这样子。会了解我，解我。带着这份期待陪我往前走。OK， 收工喽。沙青，希望这首歌可以有非常好的成绩，也谢谢大家支持。